各位同仁，阮即马开始上课，请大家起立。来，请坐。咱即期开始的学员吼，咱用美国的研究所博士班的上课方法，毋免倒来行咧。行咧是中国文化，吼啊！讲师要入来的时阵吼，大家那美国上 attention 就是讲起立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，江叔就来讲，啊，恁请坐。这个礼多人不怪是无唔对啦，哈。但是呢，要让各位知影讲，即款亲即款行礼吼，即中国一挂迄个文化吼，就是将咱所有的脑筋甲束缚起来，迄思想甲你绑起来，互你卖了乌白相。啊，你永远拢是你的地位并不比江叔较低啊。咱大家拢是平等，这是正讲的所谓的表现，人类是平等的一种表现。咱下头要甲各位讲的，就是因为最近报纸，今日尤其是今日，即个是《中国时报》哈，啊，《联合报》也好，《自由时报》嘛，无要紧，拢在讲哦，开罗宣言。咱台湾去和叫中国人甲恁武了武甲密密麻麻，就是开罗宣言。那以前无知识的时阵，就是讲《开罗宣言》，就是敢那条约的。罗伯个想想诶，宣言 （Declaration） 这个物件，实际上就是种主张啦，一种主张。所以主张讲后摆安怎安怎，后摆安怎安怎要发生，有无要发生，不拢唔知影嘛。你也想看嘛？迄当阵的台湾这个土地，唔是美国的。唔是中国个，嘛唔是英国个，是安尼三个领袖讲来决定讲，战争以后这块土地要交予你中华民国。而且伊迄个开罗宣言内底阁有一句话真趣味，伊讲日本窃占的土地啊，窃占什么意思？偷地。日本人日本的天皇敢甲你偷地？无呢，你战书爱赔人，无钱好赔。挂土地给人，是这种的意思啊！你知影建书啊，国际法规定啊，建书你都要赔人钱，建书你都要挂土地，但是这个土地未当挂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你敢来当挂啥？挂你的殖民地。第二世界大战以前啊，全世界国际上的这国家五十几个尔。那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啊，真侪国家本来是殖民地的，开始独立起来，利用啊是人民自觉，安来独立。问题是台湾这块土地本来是大清帝国的殖民地，是大清帝国的拓殖地。大清的皇帝建清输人，甲我建清输人，在1895年4月17号签马关条约，将台湾平和。挂予日本天皇。在这个马关条约内底，我有一点，就是讲，伊唔是干那挂台湾平和，和日本皇帝，伊阁挂一个所在叫做辽东半岛。辽东半岛挂予日本天皇，但是辽东半岛就是奉天呐、啊，奉就是侍奉的奉啊天，奉天这个所在是什么所在？就是清朝满洲人的起源地。等于是中国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所以伫甲午战争以后，日本甲讲啊，无你换，你咧赔台湾平和无够，啊，无过摕这个辽东半岛来挂号啊。辽东半岛挂号日本天皇以后啊，马上有三个国家站出来：意大利、德国甲苏联。甲日本天皇讲 ，no。辽东半岛是以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不可以割让。安尼变喏，所以日本天皇经过十天，佮大清的皇帝佮签一个条约，叫做《辽南条约》。咱辽南条约咱都无读到啦，但实际上这个条约就是讲啥？日本天皇将辽东半岛献予清朝，袂当挂嘛，献人。当然啦，一千一清朝有个赔钱啦，哦，怪记得敢那是3000万两黄金，
迄、那个白银啊，去赔。等于台湾较偏哦，是拓殖地，是殖民地，当然可以割让。所以割让以后，日本天皇摕着这块土地，殖民地挂乎别人，仍然保有殖民地的特性。殖民地挂人以后嘛是殖民地，但殖民地按照万国公法，会当将殖民地变作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免哪变，有两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，你大兴爱将这个所在的语言、风俗、习惯，啊，含伊本体、本土啊，同款。你知影吼？北海道本来是三闽人的土地，是叫做爱奴族，爱就是仁爱的爱，奴奴家的奴，爱奴族就是日本的原住民的土地。爱奴族讲的话是毋是日语？毋是。所以日本天皇先将北海道皇民化，和爱奴族学日语，改日本姓名，穿日本衫，一挂习惯拢甲日本人共款。然后则伫即个北海道实施万国公法，万国公万实施万实施日本的宪法，宪法一日实施，北海道按照万国公法的规定，变作日本天皇神圣不可分割领土。台湾你甲看伊的经营有共款无？一模一样。1937年4月7日，日本宣布皇民化，台湾人会当改姓名，台湾人嘛会使学日语，台湾人会当开始学日本的习惯，穿日本的衫。一直到1945年4月7日，日本的昭和天皇啊，宣布讲台湾实施明治宪法，和台湾人参政权含参战权。参政权是什么意思？你一旦参加战争，代表日本国、日本政府，你不能就是讲做军人、亲亲菜菜来比赛呢？国际上有规定呢。你若不是这个国家的国民还是公民，你去当兵不可以。所以你想看，拄啊开始的时阵，台湾代表大日本帝国去参加战争，用什么名？高沙族义勇军，不是军队哦，义勇军。一直到1945年4月7日，这块土地变作日本天皇的土地，人民变作日本天皇的臣民。咱去参加战争，才是正正刚刚代表日本军。所以日本军战死以后，日本政府将这些死去的人的神主牌啊，给供奉在靖国神社。原因是这个所在，你若不是日本人，你的牌位敢不能放在靖国神社？不行。靖国神社内底敢有美国人？无呢。靖国神社内底敢有英国人？无呢。敢若有日本人，因为台湾伫1945年4月7日已经是变作大日本帝国的臣民，所以战争死去，会当放伫靖国神社享受伊的优惠。颠倒，台湾人替中华民国做兵，战死去，卖讲战死啦，因公也好，什么代志发生，过身去，有甲你放伫中华民国的忠烈祠无？没有，忠烈祠内底只敢那100名左右，较无甲100名的台湾人。台湾人去做兵死去的何止100名？我印象上深、上爱深的，有一届在华人背军机啊，弄山，弄到以后，伊的家属甲中华民国国防部要求，这两个台湾人死去，是毋是会当放去忠烈祠？中华民国讲 no， 袂使。你为日本的靖国神社有39100名
台湾人的排位，甲伊忠烈祠一百名诶台湾人的排位，你想看嘛？咱啥物人？咱到底啥物人？日本人。是，但即个日本人有人讲哇，秘书长讲我是日本人，所以我去甲告日本政府要求恢复国籍。你认为会使会下手？啊，袂使会下手？奇怪哦，啊，啥那袂使？啥那袂使？唔是，这就发到趣味的所在啦。是啊，有人听听的。啊，你秘书长讲，啊，咱是日本人。啊，日本政府爱给咱国籍啊，爱给咱护照啊，安内无？原因是倒？有个人哦，戆戆去告日本，告未成，你失败。原因是倒？即卖日本和过去的大日本帝国有同款无？同款的野手？无同款的野手？未歹。啥物无共？宪法无共啊！宪法被麦克阿瑟甲你修改，甲你改两条尔，第四条甲第九条安尼尔。改落去，大日本帝国都无去啊，毋是无去，大日本帝国都变作一个叫做日本国、日本政府。所以你的国籍，咱台湾人的国籍伫倒？大日本帝国内底。含即摆日本政府有共款无？无共款，那就是法律啊。所以你若要做日本的国籍，爱去告啥？告美国，美国讲我都无法度啊！你是你无国籍啊？天皇无唔对，但是歹势，天皇互你袂过的。啊，所以袂过的变哪？啊，唔死机，啊，台湾是唔死机？啊，来，你是有方法无？安尼变啦，安尼怎么办？日本天皇不能告，告日本政府又不对。啊，你秘书长讲是咱是大日本帝国的台湾人，诶，国籍，安尼变啦。恁真巧，安倍就是安尼要改宪法了。要甲改多等于明治宪法内底，以日本天皇做真正的头家啦。日本天皇做真正的头家，啊，甲咱同款的时阵，但是伊比咱较慢呢，所以伊是小弟，咱做大兄。但是日本时代是日本做大兄，咱做小弟啊。咱是因为殖民地变作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咱较慢啊。啊，你听有无？所以，伫十二月还是明年一月二月，日本的修宪会通过。啊，若去要通过，国过去会演变，安倍就会讲，台湾平和是阮日本天皇的土地。啊，迄个时阵哦，若无上过课的哦，一头雾水。那无代无志，佫变作日本的人，日本的土地。因为过去头壳内底讲的是。日本窃占台湾啊，啊，我才不要让日本管呢！无多，你有要和日本天皇管，还是别和日本天皇白管？你拢无多自己选择。你会当选择你的爸母哦，会开下手，啊，袂使下手，对啊，你拢知啊，当然不可以嘛，对不对？爸母永远是爸母嘛，但是因为日本天皇。第世界大战，诶，就这样和平条约第一条，美有甲伊限制，讲你日本天皇袂当讲话。啊，所以咱都爱想办法，和日本天皇来同意，讲和咱台湾来家己管家己嘛。安尼咩啦？去甲日本天皇讲，但你去因家讲嘛无效呢。爱公开嘛，啊，公开想无办法方法。两年前，我想到方法。日本天皇住伫倒？日本的皇宫对不对？啊，你普通是要日本皇宫会使无？袂使，
伊的生日会使。12月23号，伊的生日。两年前，咱派150个，大兴咱写一寡，写一本册，去甲第七任的台湾总督叫做明昭，甲拜托，拜托啊！你一本哦，敢送去给日本天皇？谁啊？伊当送给日本天皇？因为伊甲日本天皇为幼稚园开始同学，一直甲大学拢同学，伊是皇家的学校。所以咱要去以前，日本天皇已经知影咱啊，啊咱去，咱去日本天皇该接收，两连续两届，两年嘛吼，旧年甲前年。咱都拄啊好安排，咱拄啊伫日本天皇头前30公尺的所在，一群人拢穿乌色的西装的制服，甚至有诶拢戴帽啊，真冷啊，12月，伊爱旗啊，甲日本旗无共款，因为咱先去甲讲，咱未去，所以有日本的风景以来，头一摆有两支旗啊出现。一支是日本旗，一支咱的旗。你去年，咱连续两年嘛吼，去年咱去220个。啊，那教育风景内底有甲咱讲，日本的风向啊，有甲皇帝讲，伫你的头前去顶穿乌，迄拢来自台湾的，迄你的臣民呢。所以咱大家去甲画满载满载。你的生日画满载，你有甲注意看？我有甲大家讲，我讲迄镜头甲翕日本天皇，翕较近嘞。我画满载，伊是毋是敢那握手？有无？有握手对吧？我甲美国讲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日本天皇讲好啦。美国军事政府遐个人笑甲要害，今年。因要派17个，拢美国话要含咱做一起，伊讲我们要来观察。好，咱今年啊，12月23，迄天过去甲日本天皇塞奈啦，我讲迄塞奈啦，当然一定有真大个效果。咱即期个学员呐，若要参加可以参加，因为但是你那高级班呐，我啊刚好你高级班。6号、7号、8号，上完都报名都已经结束了，所以您若要去会当提早，因为报名到礼拜4中午12点截止。有想要去的举手。好，您若有想要去的，您可能爱稍等的吼，到楼下登记一下，啊，只爱先去回，啊，迄个护照爱先给你办。这边吼，去日本是。我个人感觉去日本啊，有非常大的意义。连续3年去到日本天皇，甲讲满载。各位，恁若去，翕个团体照以后，你甲留咧。有一天，你会甲你的囝囝孙孙讲，恁阿公啊，是恁阿嬷，对台湾有贡献，相片甲摕出来。对这个，所以呢。这是一个真有意义的代志啦，啊！12月22号，咱阁有一个座谈会，咱大家等于爱先去台湾民政府官网，来，迄台湾民政府官网甲出来。台湾民政府官网啊，好来，哎，这敢今日咧？马国去哩，台湾民政府东京都千代田区的演讲会，好来。这个啊，12月22号，咱台湾民政府要办一个演讲会。这个演讲会有几个贵宾，其中有一个足特别的，就是这个啊，做樱井优希子、樱井良子，这查某非常非常有名。啊，有个人讲吼奇怪呢，啊，这是查甫的哦，不是啦。迄神社吼，是人对遐有学问还是有地位的人的尊称啦，唔是先生就是查甫的啦，吼神社。
哎，就不懂安尼，无唔对，老师。所以呢，咱名咱已经拢摆好啊，所以呢，咱这期拄好最后会赴迄个啊，做要去日本诶。我来讲开罗宣言是安怎？开罗宣言即摆中华民国诶报纸开始伫讲，开罗宣言是一种诶主张，战争时阵诶主张，主张讲战争以后要安怎安怎。但是战争以后啊，条约啊，无甲你讲啊，无讲台湾要交你中华民国啊。所以呢，中华民国自然无法度来接台湾啊。美国讲过啊，拜过啊。所以所谓的开罗宣言，因为开罗宣言内底是讲要交给中华民国啊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国，中国共产党迄个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中华民国跟中华。人民共和国敢不敢换？有无？无敢换。但虽然是无敢换，名称无敢换，但因即摆两边讲敢换。伊讲中华人民共和国要简称为中华民国，啊，中华民国要简称为中国，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于中国，中华民国嘛等于中国。安尼台湾剩下，咱过去讲反共抗日，万恶的共匪，有无？咱即摆是安尼，国民党也好，民进党也同款，啊，直直挖回中国去。咱台湾人68年的教育，存在脑筋里面的东西啊，特别讲，根本洗袂掉，洗袂掉来讲，是安怎？咱到今日，咱伫讲国际法律，有真济人还阁想袂清。颠倒，我有发现讲哦，若无读册。要来接受这个法律啊，较简单、较紧。读愈多，愈戆、愈空啊！不过我嘛读真多呢，啊，我都未戆、未空啊。你干呐爱？因为台湾人上个重要啥？没有逻辑观念呐、啊，没有逻辑啦。什么叫没有逻辑？什么叫没有逻辑？你不要推论，不要推想。所以呢，这就是咱台湾人真正，他们讲真正可怜的所在了。台湾人不是中国人，你若出世的人，你莫甲伊教教育，伊自然会甲你讲台湾人不是中国人。因为一个美国人，一个英国人，英国人，迄当阵坐船去伫美洲，若变革命变做美国人，你即摆甲问美国人讲，你是不是英国人？也该讲啦，我不是英国人，我是美国人。但是台湾人就很奇怪呢，伊就先给你骗，我们都是从中国过来的。咱敢为中国来？我有讲过，你若无相信，你今年过年就要到啊，过年的时阵，恁的红粿桌顶拢爱穿嘛，对不对？红粿桌顶听有无？恁厝的公妈卡嘛？恁过年拢会去甲，像我细汉的时阵吼，读初中以前、高中以前啊，那你过年啊，阮妈妈因为我是长子，拢嘛讲来，你去啊做，迄红粿桌顶迄公妈卡嘛，甲切落清开。你唔相信，你嘛会当做这个动作，你甲拍开甲看麦啊，拍开就是你过去的祖先。贵姓的祖先名拢写伫内底，出生年月日，当时贵姓的拢有写。你甲看你内底有几片，有几台。我家己本身做的。我妈看嘛，顶管写我的老爸是16岁，16代啦，啊不，17世对不对？15世是我阿公嘛？有。过去的阿祖有，过去的。无呢，我想恁话同款，因为我问足济人诶，恁家的姑妈看，甲拍开看卖啊。有诶是阿祖骨头前，迄还阁有，还有甲太祖啊，太祖，骨鬼拢无啊。啊，你诶太祖是为着造出来，石头崩出来，无可能嘛。啊，即摆甲你讲，按照以前为中国来。做未记得啥来，
无迄个代志。黄，迄、那个林玛丽，伫长庚，迄个马偕医院诶医生，伊讲抽血做 DNA 的检验，98%诶台湾人啊，内底所留诶血拢是病部做诶血，根本都找无中国来。你若想讲你诶面生啊甲中国人，会跟我同款，我是感觉我无同啦。啊，你毋知有同无？无同嘛，即摆拢无同啊，真正无同啦。所以台湾人，你若要讲血缘啊，其实不是为中国。咱嘛有真侪人哦，肉较白有无？迄可能啥物卫队来？迄建卫队，荷兰啦。啊，嘛有为日本来，日本是50几年尔，迄是较少，但是嘛是有啊。偏偏就是中国上较少。来台湾了，才甲你讲，你的祖先从中国来，你胡白讲啊！咱的祖先乃为中国，足侪台湾人去中国讲要追根啊，结果你没有根在那里，真正没有根在那里。所以咱会当足清楚来讲，台湾是家己先行的一个台湾这个民族共款。所以呢，咱卖在迷失讲为对来为对来。上个重要是法律上你到底什么人？这个法律是国际法律，国际法是包括什么名？国际法律五项：第一，海牙第四公约、日内瓦和平公约。红十字会的总章程有关战争的部分，第四，美国最高法院有关战争的判例，第五，美国的陆军总署的野战手册3000几条，这就是战争法了。战争法没有条文，是干那用惯例惯例。在这个情形之下，咱甲推展甲看遐物件了，你发现讲。台湾这块土地，伫马关条约，清朝已经挂予日本天皇。来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法律的问题。你认为大日本帝国还佫伫咧亚洲？大日本帝国还佫伫咧？大日本帝国已经无啊亚洲。我甲各位讲，大日本帝国今日还佫伫咧。是安尼还佫伫咧？日本天皇有伫咧，大日本帝国都伫咧，这足简单嘞！你佫想看卖就知。日本天皇啊，死去免啦，免烦恼，伊会教伊后生，皇太子。当然你会心情讲哦，我做皇帝足好个。你认为做皇帝足好个举手？你认为无好个举手？无好啦，我甲你讲。都未做，报唔到。啊，佫有甚物？啊，佫有啥？啊，佫有甚物来摆出？啊，敢会当娶一个无？爱操烦代志足多，做皇帝免操烦啊。反正有首相伫换嘛。我甲你讲，做天皇是足歹呢。真正是甚物自由拢无。日本天皇。袂当像咱普通是你安尼坐乌白坐袂使呢。你边就甲你讲哦，天皇要有天皇的样子。你行来行去较紧呢，天皇要慢慢走。你无一项代志会当合乎你甲你照顾遐个人讲的。迄日本天皇无好呢，啊！我阁问你一个代志，你今日上课哦，会当学一个物件，这个物件你会当等于讲臭屁。我问你，日本天皇的国籍是对一个？日本天皇的国籍？日本天皇的国籍是大日本帝国的国籍的亚洲？啊，是美国的亚洲？啊，无亚洲是什么意思？唔知啊？你卖讲你唔知？足是日本人嘛搞不清楚，日本人讲，唔捌有人甲我问这个问题咧。我听，我甲你讲，
你等于让人臭味。日本天皇的国籍无国籍，啥那无国籍？哎，对，我是要问问题啊。你卖急嘛？什么日本天皇没有国籍？这个法律讲过，这有法律哦，这是法律的来的哦。No， 因为大日本要搁敌人，你听无？大日本帝国要搁敌人，日本天皇有敌人，大日本帝国的敌人。我跟你讲，听我讲，因为他没有效忠的对象。你听到这句话了，你就知影，咱台湾人去做兵效忠的对象是谁？咱去效忠中华民国啊，迄个唔对，咱笑去啊。咱哪有去效忠中华民国诶？你就是中华民国的人，你哪会当去效忠？你看啊，美国人有个人偷渡啊，啥物去美国有啊？啊，伊巴都摕到美国的国籍有啊？美国有一个规定，你哪来做兵？三年还是几年就给你美国的公民，因为伊效忠美国。国际法的规定就是做兵就是效忠迄个国家啦。所以咱台湾人，我甲美国讲啊，我台湾人做兵，请问我效忠谁？我效忠中华民国，我们读个派。第二次世界大战，美国你是我的敌人，中华民国甲你是同盟国，当然中华民国是咱的敌人啦。啊，咱有去效忠咱的敌人呢？无道理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做兵这个代志，牵涉到法律上来讲效忠的问题。你效忠什么人？一个所在，一个国家，是先有老百姓。一群的老百姓有同款的习惯、同款的生活方式，啊，然后慢慢慢慢形成一个部落，啊，这个部落慢慢慢慢形成一个国家，啊，一个国家慢慢慢，以前无总统、无选举啊，以前是形成一个国家，以后这个国家内底较强的、较歹的，有法度给你统治的，慢慢形成，伊就变做国王还是皇帝。只有一个人而已，你们大家人就要先给他效忠，然后国王才会保护你们，皇帝才会保护你们，这国家的形成就是这样。我们台湾人都不知道，你不能想说台湾人都想说自己很重要的 No， 一个国家以前第二十个年代以前全世界五十几个国家而已，所以是怎样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这样和平条约几个国家去签？五十一个国家签，但是其中有四十八个国家的国会通过，有三个国家无通过。印尼是其中的一个。苏联伊拒绝签。中华民国已经流亡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参加战争。你无参加战争，你要签啥？所以有人讲，台湾的问题要让联合国解决，歹势。联合国不能管台湾的问题，是因为联合国成立是在当时在战争以后成立的联合国啊，伊免来甲你管理台湾的事情，所以联合国管不了台湾，所以台湾的事情也管不了。日本天皇伊唔免做兵，所以伊无效忠的对象啊，所以你甲问讲啊，那日本皇帝的后生查某囝要安怎？同款无国籍，伊要有国籍就安那，伊就爱嫁人，阿无就安那爱娶某，啊伊娶日本人，变成日本的国籍；嫁日本人，变成日本的国籍。你唔相信？这两天，日本天皇去印度访问，天皇去印度访问，你甲看伊敢有摕 passport 哦？没有咧。直接通关的，伊也无证件，哪有可能证件一发落伊家己哦？所以日本天皇是没有国籍，台湾人今日若要争取国籍，是爱争取大日本帝国的国籍。安尼有趣味无？这就法律啦，啊，这是真真正正的法理。过来。
开罗宣言，我先讲这个整个的进程啦。1895年4月17日签马关条约，5月7日，5月7日马关条约生效，6月7日移交日本天皇派华山之计做第一任的总督，中国清朝派李鸿章的后生李经方签约。6月17日，日本军队入来台湾，宣布讲：我为今日开始，这块殖民地是我的统治。但是迄当阵的台湾，恁拢有看到图？恁头一天我给恁看迄个图。迄时阵，规个台湾的主权没有主权，沙文体主权这个英语字啊，是他最近100年才有这个字。以前无沙文体，没有主权，拢讲啥管辖权 ，right of sovereignty， 就是主权的权利，叫做管辖权。所以，咱台湾来讲，以前唔是一个国家，一直到1905年，日本天皇伫台湾召集国际会议，讨论的结果，伊讲台湾的这个高山族唔是一个国家，是一个部落。啊，比部落要甲一个，甲变成一个国家，只有一个办法，甲拍倒，甲征服。战争话写征服、抗权、征服。所以日本天皇派部队、派警察为台湾的北边拍拍拍，拍到屏东。经过偌久？10年。1915年。这整个台湾这个岛拢总臣服于日本天皇的统治。1915年开始，台湾这个岛才开始有主权，这个主权就是日本天皇提起。免他证明，1922年2月6日，华盛顿裁军协定有九个国家。这个九个国家开会的时阵，第19条签一个条约，19条承认台湾偏哦是以日本的土地，到迄阵才开始。所以有个人讲啊，台湾主权啥？台湾那种我别讲啦。所以马英九这边中国宣布，这个东海飞航识别区有无？马英九有出来讲话呢，顶礼拜讲哈，那个没有牵涉到台湾的主权，讲这句话对不对？伊讲迄东海迄个飞航的无物件，没有牵涉到台湾主权，你认为对的举手，你认为唔对的举手，啊唔知的举手，收这下吧，马英九讲对了。马英九本来就无主权啊！你唔知还可以记得无？去年还是昨年啊？有人在甲马英九甲骂讲：“你在出卖台湾主权。”啊，一点起来，伊讲一句话：“台湾没有主权，我怎么出卖？”干那一句话呢？迄张新闻有出来，我特别甲注意这句话，但你可能未注意啦。伊讲：“台湾没有主权，我怎么出卖？”没有错。所以坦白讲，你若无上这个课以前，你不会看报纸，你嘛不要看迄个电视的新闻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唔敢承认啊。例如，甘比亚与台湾断交，对不对？啊，与中华民国断交，这你知影哦？迄一天啊，咱们第几届？多好。现在是台北啊，中华台北跟日本共野球。那摆呢，中华台北赢，啊不是啦，日本赢，最后共一个红门人。哎，伫楼下去看电视，咱的学员看啥？日本队共一个红门人啊，全体在讲，唉。我问你，共一个红门人，再见全垒打，
啊，你是啥赢？是日本赢还是咱赢？啥赢？咱赢的举手。啊，日本赢的举手。哎，咱不是日本，不是啥？哈，恁听无？日本讲一个好文人，我问讲，咱赢是日本赢？咱拢总赢。咱嘛赢，日本嘛赢，啊，什么人输？中华民国、中华台北输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今日今日拢要强家己，甲中华民国介合作会，甲蔡英文同款。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就是台湾，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，是台湾政府笑诶。卖讲一笑，你若无上课，想必上过课，你嘛定咧犯这个错误呢？对不对？啊，你有清楚无？有啊，到尾仔有，来我阁甲你考。1972年，台湾退出联合国，对不对？对的举手，不对的举手。我这我有讲过，我现在昨昨日甲你讲，你阁袂记得？台湾从来没有加入联合国，怎么退出联合国？对不对？干毕业跟中华民国建交，跟你台湾人什么关系？你出钱有关系啦，我嘛叫你出钱。那真正是摕别人的拳头帽去争就赛啦。咱的拳头帽，好马英九摕来，跟你直直跟你哭哭哭。30架的阿帕奇直升机，竟然594亿买一架直升机20亿，全世界无这贵的呢。15架 PE3 反潜机，伫屏东啊，伫屏东搞的啦。台湾当冤大头，真正台湾当冤大头，但伊若写中华民国当冤大头都无影啦。但足侪人拢很容易将中华民国甲台湾夹做伙，你后摆唔通甲搞无做伙，安尼好唔？真诶假的？真诶。小等你注意，我搁讲话，搁甲你放一个陷阱，你著搁钓钓啊！我甲你讲，一声乌康红跳，啊，中华民嘛伫乌康互你跳啊，对不对？我跳习惯了，对吧？68年来，真正咱拢唔知影呢，对不对？68年来。从头到尾教育真正是吼，无一项是真的啊，但是足厉害呢。伊竟然有法度安尼，伫拢不对的理论内底啊，讲一套好像是这样安尼啦。美术刚刚对安尼啦，安尼真是有厉害啦。吼、哦，刚才是讲建书，第四个代志，台湾建书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他唔敢回答你好吗？你卖紧张啦，建书啦。你若建娘，今日无不得了呢。那建今日建娘，迄、那个大日本帝国、日本天皇，把你派去中国做省长呢。建书啦，建书也无啥物好见笑呀，对不对？建书就建书嘛，但你建书，你建娘的国家，你要按照满国公法，按照国际的规则来呢。咱去用欺负68年啊！你讲我唔是中华民国的人，你摕中华民国护照；你唔是中华民国人，你摕中华民国身份证。这东西很大很大的矛盾呐、啊。台湾人68年严重的自我定位完全错误。我跟你讲，明年4月到6月，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入来台湾发行伊的身份证，叫做中华卡。美国已经甲讲啊。差不多有将近10000万的人会去申请伊个卡度。美国刷来甲我问讲：“啊，你台湾民政府迄、那个台湾政府身份证，即卖有几分？”我讲20000多分，我都唔敢讲，3年20万分嘛。啊，毋只20000的人来做你台湾人尔。有台湾民政府发行的台湾政府身份证，请你举手。啊，无会请你举手。恁家拢中华民国的人，恁拢中国人。
哦，还没有下来。后来后来，我心情啊就丢了，啊、哦，今天还给了，啊，哎，爱三个月，哎，你比过去走，我爸爸多伊。后来后来，还没有了。后来后来，我唔丢了我弄错了，我唔丢啊。我跟你讲，你今申请身份证，对你来讲是绝对正确的事情。你今日上课嘛是绝对正确的事情，免偌久你就看会到啦。我跟你讲啦，啊，你讲啊，你若执证的时阵，啊，我就当摕迄个身份证免钱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懂嘛？对。啊，你讲啊，我即摆先出几千块免啦，我有讲过啊。后摆5000块的消费券行李啊。哦，有钱好摕就拍手，你看。有钱好摕就拍手，你看。无唔对，我系讲吼，安尼无欢喜哦。你因为你有申请，所以你就变成台湾人。台湾人后摆应该接受到台湾人的好处。你若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证，我就把你当作中国人打扮。我 把你眼睛视为中国人，你若去申请中华卡的人，我就喊你一年内底爱离开台湾。你中国人啊，你卖多我家，安尼好冇？好。真细声，因为你有亲戚朋友拢无申请。遐人会甲你讲哦，你是较歹哦。啊，大家拢袂晓想呢。真脏啦吼，脏啊！但我接一张电话，一个东兴打电话给我，但对一句我嘛唔知。秘书长，秘书长，我即马开车去警察临检查落来，搁一件，我本来拜过是讲迄，啊就我，迄个啊就伫屏东迄件，啊过来是台中，啊张这个是啥物人我唔知啊。我甲讲，啊你挂你的车牌是挂几地？你要挂两地，我阿强伊绝对无代志，啊！你甲迄个警察，伊甲你问啥，你甲讲啥，物件我看，我甲你保证，绝对没有事情。5分钟以后打电话，您感觉有代志无？因为无代志，我唔知来讲，个人无代志啦。但伊警察足趣味，甲讲一句话啦，我甲你拜托。白白挂头前，红白挂下骹。你听意思啊？咱的是啥？红白挂，咱是红白挂你头前，白白挂你下骹啊？有代志吗？哦，啊，就是安尼有啊。你警察讲来讲，啊，你白白挂头前，啊，红白挂下骹。那董卿是笑到要害，因为秘书长你讲的拢对呢。讲安尼我唔只做秘书长啊。我跟你讲，我是代表中央跟你讲的话，你都照我的话就好啊。到今日为止，这个牌已经3个多月啊啦，无任何人去用开红单啦。甚至有某一个讲嘛，无要紧啊，花莲啊，警察戆戆呢，看到这个红牌，我甲没收啦。啊了，当心就打电话花。我讲你到厝内等着，我甲你保证，银行就提登行李。果然无错，晚上啊，迄、那个警察跟你所长提红牌来行李，啊，甲讲，哎，红单子还给我。你看趣味吧？这不是我别讲的呢，我无我别讲的。你那宜兰州的州长呢？你甲曾州长，你也问看麦啊？我这尔有把握。因为我国际化，我刚才讲，我不是干那台湾专家呢，我是国际级的专家呢。有很多的国家，讲哎，你来跟研究，我给你偌济钱。我讲研究台湾的研究未煞，搁研究恁呢？这台湾人有够歹教呢。我无骗，台湾人有够歹教。你甲讲几波吼？咁安呢？我课本写，咱跟你讲的拢无共。安尼变安怎？啊，要怎改？
万拿西要搁西偌久？68年还要搁等偌久啦？你未感觉讲唔特别安怎吗？你会安尼感觉无？所以我请问咧，咱要进前，你感觉准备好未？一摆拢无人敢下手啊！你唔能听，你是笑话呢？我听了楼下你开，我听你讲，啊，咱是变安怎啦？后期是国际班，你若有时间，拜托较紧带转来受训。啊，你若有朋友，国际班先受训，再来补初级班嘛，无要紧。每天到好4000名啦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下手。真的假？无影，你拢拍倒贴，我先跟你讲哦。啊，受训啊，我知啦，你是转来补，我知，我会记得你啊。是，我迄个脑筋记忆力足好个呢。你若我看一摆啊，我袂袂记咧。有当我唔知你姓啥，但我知影讲你来受训。所以我要阁讲就是讲，咱台湾人啊，真真正正要解救咱家己，我会当甲你讲，剩这条路呢，这是最后的一条路。这条路哪可以花去？无台湾人啊！我不骗你，美国嘛安尼讲，没有台湾人了，真正灭，真正去灭敢唔知？我甲咱的高沙讲的同胞嘛，你讲啊，我你高沙组今天还好，我有我这个秘书长呢。你哪去哦？中华民国的体制甲你讲哦，你在保有原住民哦。我你变过偌久，过五十冬，你高沙拢。拢在未记你是原住民啊！你敢知影原因？你今日伊甲你讲原住民，伊讲伊是新住民，对不对？请问50年、100年以后，伊嘛听我讲伊是原住民，所以你原来的原住民都无去啊！所以唔只120万原住民，即摆剩51万尔尔，拄啊开始。咱头前几期，我哩甲咱的高沙同胞甲讲吼，你们要改成高沙，哇，有个人国家变呢，变几波呢？我甲讲道理好听啊，原来是这样哦。高沙这两字，塔卡沙国，唔是轻视的话呢，是表示日本的古册里底所写的，就是讲很多的高山、紧树的高山集合在一起。家里这大的人叫做塔卡沙国，叫做高沙。中华民国一寡不是学者的，去跟你骗你讲哦，还是轻视你，你是高山人，你是山的人。No， 高沙这两个字绝对是代表尊重、啊光荣、荣誉。所以呢，即马开始呢，咱个高沙族的朋友啊，甲同胞啊，因即马开始，我都接受“高沙”这两个字了。你唔相信？你高沙，你去日本，你家讲我是原住民，日本人含插都不爱插你。你若家讲我是高沙人，好，日本人立正，甲你惊你，佮摕红包予你，几啊摆啊，能去日本啊？所以。去日本的高沙族的吼，我常咧甲伊讲吼，你若较大方，你穿你的原住迄个高沙的迄个制服去，日本人看到你足尊敬的呢。是安怎？高沙人过去有一站时间是代表台湾，代表这个大日本帝国去甲英国作战，去甲外国作战的，啊，而且佫拢赢呢，你足惊呢？足惊高沙族呢，高沙义勇军足惊呢，所以我见人家光荣的历史，当然要保留啊，让你的小孩子知道你身为高沙人为荣呢。啊，咱本土台湾人嘛，赶快呢，本土台湾人，美国嘛足要求的呢，英语 The People of Taiwan 翻译做汉字变阿讲。People of Taiwan， 台湾人，对，卖惊啦！
People on Taiwan， 嘛是台湾人啊，两个都台湾人啊，对不对？美国用这你给你骗啊，旧金山和平条约、上海公报、中美建交公报、八一七公报，公然台湾人用 People of Taiwan， 偏偏台湾关系法。噶你用 people on Taiwan， 什么人在？台湾人讲讲去读国际化的一挂教授，伊不是捌英文吗？他们不是都懂英文吗？伊根本就无理解讲 people on Taiwan 什么意思？根本台湾关系法是咧帮忙遐中国人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。是台湾关系，我跟你说一定要撤销。你说很难啊，很难，不要紧，搁置。你要实行旧金山和平条约，所以咱去告美国，你唔在记得？我两千零六年十月二日告美国，两千零九年，迄当阵高等法院办一个辩论会啊，美国的法官。问国务院律师，台湾关系法已经不存在了吗？那个议员，伊讲，台湾这个做啊，旧金山和平条约已经不存在了吗？伊个问安尼，啊，伊讲哦，旧金山和平条约我们已经用中美共同防御协定甲台湾关系来取代。法官讲，这个可以取代啊。旧金山和平条约是等同美国宪法呢，你别让它改呢。美国宪法就是讲，美国一定要遵守。今咱台湾人，咱甲美国总统讲，你有读宪法呢哦？旧金山和平条约你要遵照旧金山和平条约来呢。所以美国他没讲哦，美国人一度的话嘛，算伊歹运啊，因为我怕英语呢。我不是跟他把英语念呢，我含业绩，免那个分析，我都比美国人更加老。这感谢我读初中啊，读大同啊，台北大同中学的这里做英文老师啦。我的英文老师有一个绰号叫做乌龟，但是哦，英语教得有够好。我讲真正，我今日我就看了我足多文章嘛。就这样和平条约，我一条一条甲分析啊！我昨日甲你讲，无一个人转台湾，无一个人，我都请我呢分析迄个就这样和平条约分析甲这么清楚。从美国人伫想啥，企图做什么，完全甲显示出来。所以我会当讲，甲既然这条路是咱台湾人最后一条的生路。我人讲讲呢，台湾关系法是我们台湾的逃生工具。我哥咧，你去读英语看卖啊 ？The people on Taiwan 呢？那是台湾人，即住伫台湾这人马英九呢？对因有好处啦，对咱有好处，咱家己出钱尔啦。你要看很注意，咱台湾社会，你目睭开个，你个认真个想，会赚钱的行业拢是中国人诶，对不对？加油卖力，迄种中国人呢？演艺界、演艺界，较水的，唔是讲较水啦，较有迄、那个定来接着通告的，拢是中国人。咱台湾人会当上电视的、上电影，生了拢实在是很安全的。刚才出一个啦，我的小妹叫林志玲啦，迄假呀假呀，名同款呀，刚才出一个名，你袂感觉吗？剩的你看会到的遮，拢中国人嘞。什么出这个电视一点钟够几啊万块？拜托的，咱遮做实做到要死都无几啊万块呢。
那台湾人怎样做个面乌乌呢？拍个乌乌呢？敢有一年啊？遐好康一点钱有几啊万块？无呢？你扣二纸的，拢是台湾人。伫公园去饲狗的，惊鸡的，啊！哎嗨，你还搁讲迄两字？中国啊啦，台湾哪有外省？台湾没有外省呐，只有中国人呐，是不是？你可不要看吗？台湾人生活到今嘛为止，尤其年纪较大诶，一个月三千、六千安尼尔呢？三千五，你有领吼？哇，恭喜哦！那咱即种，你毋是干那写三千五，听清楚。六十五以上，美金八百到一千两百块，好唔好？好。这我嘛要拍手，因为我特别搞。台湾人现在足可怜嘞，看病免钱的举手，拢无嘞。啊，你看病免钱？有影有影。啊，未，你未看病，我未记。遐中国人看病去拢总，拢免钱呢？刷入去病院，拢甲整理好好，何去住呢？你敢会晓讲对尔呢？你从来袂晓讲阿边安怎？排队，因拢免排队啦。我甲你讲，遐什么农民，遐拢免排队。其实他们不叫农民啊，因要叫啥？难民。你来看西藏。西藏的流亡政府在印度的德兰沙拉，美国替做一片一大片的土地，租的呢，爱立钱呢。这中国人走来台湾，咱就爱厝好大，搁家起。啊，若较旧的，伊搁甲你尖尖叫，讲要翻新，啊翻的呢，伊搁要甲你分。即摆年纪较大。伊讲伊无娶某，比中国阁娶一个二十几岁来。啊，伊若翘起，迄个某会当领半薪，咱阁提一世人，是不是？你有感官无？唔感官，才细声。当然嘛，唔感官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你唔敢你变啊？你嘛无多。叫你革命，你也唔敢。叫你提刀提枪，阮妈妈讲。囡仔人有耳无嘴，我妈妈有安尼讲啊，啊恁的妈妈唔知安尼讲啊无？那有会举手？啊无会举手？啊无举手是啥意思哈？啊你妈妈无？妈妈以前有伫咧有讲无？啊这无讲诶，咱拢知影这个情形啊。我甲你讲，真正台湾足无公平的代志太济啦，对不对？实在太多太多啦。所以我跟你讲，两千零四年，我去研究战争法，知影台湾的地位以后啊，我无骗你，我真正坐伫电脑的头前啊，目屎哭哭连。台湾人哪会安呢？所以为两千零四年到今日两千零十三年啊，我想尽办法，我嘛去参观高雄市市长呢。知影我选市长的举手，你看国民党有搞无？我选市长呢，你竟然唔知影我有去选市长？封锁啊，全面封锁我的消息啊！因为我选市长的原因就是讲，我会当去电视顶管，我会肯去垃圾哦顶管来讲这个论述啦。啊，同时叫大家人来去告美国啊。但是我虽然去选高雄市市长啊。啊，无钱啊！啊，无钱，我广告啊，我去做迄个屏东的电台啊，选高雄市市长去做屏东的电台，你听有无？你不要笑，我就感觉很奇怪了。所以，我咧选市长的时阵啊，我规间拢拢人啊，我若讲来去游行哦，吼，大家拢骑奥多曼啦，啊，开车啦，甚至骑脚踏车啦，甲后壁对几啊公里啊。啊！伊讲什么？在外面有派水务好啊，水务看讲有惊着人啊！
夭壽哦，遮侪人支持啊，伊拢唔知啊，我根本遐侪人拢无票，拢屏东人哪有票？果然无错，我要算你头前一礼拜我算弊，唔通算我啊？因为算的时候我已经去告密过，就228人去告密过。我是安尼才去选市长，所以有的人讲哦，啊，你是安尼去选市长，你不是不爱中华民国啊？我是不爱中华民国，无唔对。但是我要予，我无去选，因为选市长有一个选举假期，对不对？你安那讲，安那乌白讲，拢无代志啊。但中华民国知影我啊，封锁，全面封锁，哎、欸，报纸从来没有看到我的名字呢。所以你讲，你我选市长，无人知呢，搞。你知道啊？1114票。啊？我开记者会，拢无要甲你报道，拢无要甲你报道，拢封锁嘛。迄当你定无到我啊？迄当阵哦，我咧讲这个论述哦，有真人讲，诶，迄人拍带。以前我提美国旗吼，有人经过我的竞选总部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迄个办直销的款，美国国旗。这条路吼，是来讲行个足艰苦的。诶，美国国旗啊，你直销无唔对啊？啊嘛。看到美国国旗哦，嗯，迄林某某，伊讲台湾是美国的一个州啦，啊，夭壽哦，真正唔知是我破还是伊破咧，所以我讲哦，这几年真正是来吼，我经过代志太多太多了，啊，即摆呢，咱愈来愈接近要成功啊嘛，3000几个啊，最后一口气。大家共同来拍拼，好唔好？多谢各位，谢谢。各位好，我请起立。下课。